住手！放下我的变声器！你吓我一跳，不就是个玩具吗？玩玩怎么了？这个可是真的，万一玩坏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会玩得很小心，而且我不会拿来做坏事的。不行，我不相信你。哼，看来只能用偷的了。可恶，找了半天了，应该是藏在这里。哟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戴拿的闪光剑，那就更好了。来啦！没想到被他偷到了，不过他也没做坏事。那么好，我来帮你。